午，午，午，中午，中午了，该吃午饭了。面，面，面，面条，今天中午吃面条。高，高，高，高大，门口有一棵高大的树。包，包，包，包子，爸爸喜欢吃包子。文，文，文，文化，爸爸喜欢看书，是个文化人。分，分，分，分开，饭和水果分开吃。平，平，平，天平，那里有一个天平。我，我，我，我们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好的，复习完了之后，现在我们就进行今天的课程。连，连，连，连起来，把小火车连起来。圆，圆，圆，两元，我花了两元钱。叮，叮，叮，布丁，这个布丁很好吃。厂，厂，厂，工厂，工厂里有很多工人。最后，老师要你们在练习纸上写上今天的日期和名字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课程，我们下一堂课见。